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と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安排，9点开始有电视剧拍摄，12点开始有杂志的采访，2点开始演唱会彩排，7点开始电视节目。好的，我会努力的。哦，你们两个刚才到底在干嘛呀？在玩角色扮演游戏，小玉当偶像艺人，我是他的经纪人。哼，真无聊。你们还真不是一般的闲呢。这个土桥同学还给我了。哇，谢谢你了，长山同学，没想到今天终于轮到我了呢。我之前也看过这本书了，真的很有趣呢。英同学之后就是我了，在明晚之前一定要交给我哦。因为大家都等着想早点看到，不是说好了每个人借回去一天的吗？反正你也很闲，会马上看完的吧。好啦，早点回家看书喽。等等，林同学。甜甜同学，你是不是忘了今天值日要打扫卫生？不可思议的白色之狐吗？真的好想现在就看呢。那本书现在特别有人气，听说书店里也早已经卖完了呢。说的我更想早一点看了。好嘞，快点打扫完回到家去看吧。我说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如果我发现有一点垃圾剩下，你就不能回家。到底讲的是什么内容呢？要不要先看一点呢？不可思议的白色之狐，是不是在那个地方藏着什么宝藏啊？我这么问着。哎呦，没事吧？怎么搞的？哎，您没什么事吧？哎呀，谢谢了，真的非常感谢你。别客气。不可思议的白色之狐，到底是什么样的狐呢？而且里头的宝藏到底是……哎呦，小丸子，你怎么坐在那里，在干什么呢？没干什么。佐佐木爷爷，那你呢？我打算在这个地方种植风信子的球根，等到了春天一定会开出很美丽的花的。哎，真的好期待春天能够快点来到啊。小丸子要不要种种看呢？如果是自己种的话会更加有乐趣的。明明想早点回家的，要是没说多余的话就好了。快点，已经这么晚了。真是的，明明在书传到我之前我一直很清闲的，还是快点跑步回家去看书吧。我回来了，开看喽。哎呀，真少见啊！小丸子一回家居然就马上坐到书桌前做作业。对了，今天好像有很多作业来着，算术习题册、抄写汉字，明天体育课好像有垫上运动的考试啊，我看还是先练习一下比较好。啊，为什么偏偏是今天呢？
好了，完成了，然后是垫上运动的练习。丸子姐姐要吃饭了。好的。垫上运动的考试不管他了，可以吗？会在大家面前丢脸的。什么？丸子会丢脸？这样，吃完饭后，爷爷和你一起练习垫上运动。加油啊，丸子！好好练习，爷爷也会跟你一起努力的。我们再来一次。还要来一次？啊，终于回来了。已经这么晚了，不快点看的话就要看不完了呀。不可思议的白色之湖，是不是在那个地方藏着什么宝藏啊？我这么问着。但是不解开密码的话是无法知道具体地点的。开始犯困了。啊，不行，好不容易才轮到我小丸子的，不看完太可惜了。原来不解开密码是无法知道具体地点的。如果不解开密码的话，不解开密码。怎么啊？不行了，明天早点起床看吧。小丸子，小丸子，不快点的话会迟到的哦。什么什么？闹钟竟然停了！早上好。早上好，小丸子，那本书怎么样啊？那个，昨天一点都没有看，昨天像明星那样忙得不得了。哎，殷同学，那本书今天是不是该给我了啊？永泽同学，你没事吧？好像最近有流行性感冒呀。永泽同学，求求你，能不能把时间延长到明天？不可能。永泽同学之后就轮到我了，不好好传下去的话我怎么办？今天放学之前一定要给我。没办法，只能不看就给永泽了吧。到放学前不是还有很多时间吗？课间休息时也可以看看书呢。你还是看看吧，小丸子。真是不可思议，居然在这么高的山上会有那种白色的湖啊。真的，就好像是能倒映星空的镜子那样神奇，真的好感动啊！而且到最后呢，对不起，你还没看就给你讲剧情，很无聊吧？没关系，反正看不完你就告诉我吧。但是，我也很想让小丸子能快一点看到这座山上美的不可思议的湖泊，然后可以跟我一起感动。但是对不起，还是不能提前告诉你。小丸子，不要放弃啊！快点到这里来，汤米一直等着你啊！肯定还是要你自己去看，才会觉得最有趣啊！能够倒映星空的镜子般呢，确实好像很有趣呢。好嘞，我会努力把它全都看完的。喂，殷同学，你在干嘛呢？你今天不是值日吗？我刚才去老师那里拿了卷子，你就负责把黑板都擦干净吧。可能还是看不成了。吃饱了，就在午休的时候，一口气把它看完吧！快点，快点，抓紧时间收拾好。等等等等我，你们等等啊！
不起啊！天哪！哎，终于结束了，午休时间也差不多了。小丸子，再不换衣服就要……对了，第五节课不是体育课吗？啊，明明午休时间是最后的机会的。永泽同学，你是不是很不舒服啊？到最后还是没能看成。走吧，小丸子。喂，大家，体育老师因为感冒的原因请假了，下节体育课改上自习课，看书做作业，考试推迟到下一周。太好了，终于可以看书了。英同学，把书给我吧。不是说在放学之前吗？刚才去了医务室一趟，卫生老师让我请假回家休息。再见。到最后，小丸子还是没能看成书，就传给永泽同学了。书一不在手里，他又开始变得十分的清闲。小一岁，感觉比我年轻多了。好了，各位，祝大家健康长寿。好嘞，开始行动了。丸子，去百货商店了，快准备一下。爷爷，我要去一下洗手间。你快去吧。欢迎光临，喜欢的话，要不要试试看呢？好啊，请先握紧这里。再一口气把后背伸展开来。好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稍微等我一下。伸展后背。停下！爷爷，久等了。救救救救我呀！丢人丢大了呀！真是的，爷爷，你也要稍微考虑一下自己的年纪嘛。就是考虑到自己的年纪才去做的。我今年已经76岁了，什么都不去做的话，只能越来越老。我想锻炼一下身体，也好活得长寿一些。不知道我还能和丸子一起去百货商店几次。怎么会？就算是100次、200次，我也去呀。我想活得久一点，可以和丸子一直游玩和生活下去。小丸子也想和亲爱的爷爷一直游玩和生活下去。丸子，爷爷，我一定会为了长寿努力锻炼身体的。加油加油，好爷爷。几天后，爷爷。爷爷，你在看什么呢？在看这个。爷爷是打算要吃蝎子吗？好像对身体好。但是蝎子不是有毒吗？有时候毒也能被提炼出来制成药。我正在犹豫它跟大黄蜂酒到底选哪个好。大黄蜂酒要长寿也真不容易呀。好了，差不多到散步的时间了。什么母鸡呀？怎么只有一个齿呢？
好像很难走啊。这个叫天狗木屐，好像对锻炼身体的平衡有好处。那么我出门了。没问题，那么我出门了。根本就是很有问题。又过了几天，再来一碗。爷爷最近胃口真好啊。啊，多亏了大黄蜂酒和天狗木屐，现在精力很充沛。真是太好了，爷爷，看来能够长寿了呢。啊，那当然了。给，那么请从第一个开始，按顺序一个一个转过来。测试体力什么的真是好久没做了。对了。哦，一个一个按顺序来。测试结果能怎么样啊？真期待啊。哎，英老先生好像很有自信。啊，这个嘛，因为我在锻炼嘛。哦，怪不得我觉得你最近气色相当不错呢。是这样吗？C 这个是 ABC 里的 C 吗？英老先生，啊，分数怎么样啊？这个，给你看看我的，我测试的结果是 A 哟，这就表示我的体力比实际年龄好像还年轻了10岁呢。啊，冰淇老先生呢？咦，与年龄相符是健康的意思。我的测试结果是 A 哦。我才得了个 B， 看来不加油不行了。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是 C 吧？为什么迄今为止的努力到底去哪儿了？哦，肚子啊。英武先生怎么了？没事吧？爷爷怎么了？好像是因为饮食过量和激烈运动的关系吧。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吧。现在爷爷看着一点精神都没有，变得比以前更加苍老了。那可真是糟糕啊。小玉，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长寿吗？这就算你问我，我也野口同学有的哦。看，能长寿的姿势。啊，用这个姿势能够长寿哦。啊，头的这个部位有让人长寿的穴位。哎，长寿的穴位，常刺激这里的话就能使人长寿，姑且先试一试怎么样啊。刺激长寿的穴位。小玉，你的样子好奇怪啊。小丸子也是。我爷爷刺激这个穴位总能治好他的感冒。诶，真的？小丸子，其实我从今天早上开始就有些鼻塞来着，但现在感觉好像好了。什么长寿的穴位？好像是刺激这里就可以了。听说野口的爷爷就是这样把感冒治好的。哦，那么姑且先试一试怎么样啊。是这儿？对，感觉能长寿吗？啊，好像感觉还不错呀。爷爷的样子好奇怪呀。丸子的样子不也很奇怪吗？玩笑。但是野口同学的爷爷不就是用这个办法治好了他的感冒吗？那也是玩笑。那我那天的鼻塞呢？就是啊，小玉就是用这个方法治好了他的鼻塞的。病从心起这句话你们知道吗？是不是病是心情的一种体现，能随着心情变好也能变坏的意思吗？
是这样啊。长寿是一种心态。哎，所谓寿命也会受到心情的影响，能随着心情好变长，心情坏变短。逗你玩。什么玩笑啊？说是假的。爷爷，果然长寿什么的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实现的。这是什么？这是平均寿命。什么是平均寿命啊？就是一般人大多数能活到几岁。在咱们日本很久以前是40岁、50岁，现在进入了1970年代以后，平均寿命终于慢慢的达到了71岁，日本人也变得越来越长寿了。爷爷今年几岁来着？我今年76岁。超过了呢。爷爷的年龄比平均寿命超过了5年。确实如此啊。我已经算长寿的，理应高兴吧，有藏长寿之牌具。也就是说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要像现在这样保持下去就可以了。总觉得好像跟傻子一样，连这种事都做了。哎，确实连这种事情都做了。就像现在这样跟小丸子愉快的生活，或许这就是能让有藏长寿的穴位吧。哎，山田，这个亮闪闪的东西是什么？超级豪华山田号，虽然不是很明白，好像很有趣呢，真好啊！我好像泄露了姐姐的秘密，现在正处于大危机中。下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山田的泥团和小丸子把姐姐的明信片寄出去了，敬请期待哟。